事物，拥有手造植物的生命，站在手造植物的位置上，尽手造植物的本分，尽手造植物的本分，借着尽手造植物的本分，达到进入真理实际，达到顺服神，达到顺服神，达到明白神的心意，认识神，达到遵行神的旨意，配合神完成神拯救人类的工作，跟随神道路中，这才是意，这才是你这个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，是你这个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。如果你的生命为此而存在，这是最有意义的事，这对神来说是真正的奉献，真正的配合，对神来说这是最满意的事，神愿意看到的是一个活在肉体中的手造植物，在神的刑罚审判中脱去败坏性情，拒绝撒旦灌输给人的各种错谬的思想，能够接受从神来的真理与要求，达到完全顺服在造物主的权下，尽到一个手造之物该尽的本分，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手造之物，是人这个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。和一个手造植物来说，死不是最终的归宿，死不是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在，不是人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在。而为神活着，为神而存在，为自己的本分而存在，为尽到一个手造之物的本分职责而存在，为遵行神的旨意，为羞辱撒旦而存在，这是一个手造之物存在的价值，也是他生命存在的意义。